主料豆腐头250克，辅料辣椒50克，胡萝卜50克，精盐、胡椒粉、酱油、淀粉、味精、葱蒜、老汤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用热水将豆腐泡浸泡软后，即干水放盘备用。将胡萝卜、辣椒、葱蒜切片备用，起火待油开至8分熟，放入葱蒜爆香，爆香后放入胡萝卜、辣椒翻炒几下，然后倒入豆腐泡，加上少许老汤，然后放入精盐、胡椒粉、酱油进行翻炒。出锅前放入味精，再放入淀粉勾芡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一、买来的豆腐汤一定要用热水浸泡软化；二、可以炒豆腐泡时加入老汤，这样比较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